教室在这里啊。啊，现在要干嘛？我现在要去图书馆。要去图书馆？为什么？因为我等一下在图书馆。哦。先去准备。哦，好。这是皮影戏的幕后。洗澡水怎么只有一点点，害我装了浴缸。莱恩娜，再去拿一点洗澡水来。国王不瞒您说，天刚亮我就洗澡水倒好了，但是不知道洗澡水怎么会不见。隔了一天，国王又要洗澡，但是水位又上升。国王，水要被掏了。什么？水又被偷了？莱恩啊，哎，将军，你现在立刻给我找出偷水的贼！是，小下子全部跟我走，我们一起去抓偷水的小偷。营寨没有，山上没有，河边也没有，城堡里怎么到处都没有？那我们去村子里看看。水连续被偷了好几次，一直没办法找到偷水的小偷。真没办法跟国王交代，实在很头痛。有一天的夜晚，明亮的月光下，这沙漠里水是最珍贵的，你哪来那么多水可以浇花？眼看春天来了，花园里的种子成熟了，想不到谁的滋润可以我拿去偷国王的洗澡水。可恶，来人啊，把一根关进地牢里。报告国王，报告国王，我们找到了。我们找到偷水的小偷了。是谁？是谁？到底是谁？到底是谁偷了我们的洗澡水？禀报国王，可是伊登已经把他关进地牢里了。据说国王每天洗完澡后便常常去花园看花。太美了！我这一辈子从没有看过这么多这么鲜艳的花朵。让国王开心的心情变美好了。奇怪，花儿怎么越来越没人朝气？国王左思右想，于是命令将军把地牢里的一根找来。一根花儿为什么会枯萎？国王，请你帮我拿一瓶丰富的洗澡水去。洗澡水？对的，我们这儿的臭氧光当时有充分的水，花儿也能找到。既然如此，洗澡水、肥皂水、水应该跟花儿不是用的。那我每天就省下一半的薪水让你照顾花。莱恩啊，把一半的水给伊登。好的，国王，我会把一半的水拿去花园。大家以后都可以去国王的花园里看花。耶、yeah, ，可以去国王的花园里看花。就是从此以后，我伊登高兴极了，他又回到了花园。国王大声地欢唱花园。每个人都可以到花园看花，这称洗水资源，草生活作起。